三六点二。中华第一寺呀，吼，开中华第一间的寺庙，开化是上文化、上历史。咱每一年啊，过年前拢会伫遐写春联送予大家。咱非常感谢咱开化市诶这个技术会吼，啊，共同甲咱中华市公所来办这个过年送春联最有意义的活动。那么欢迎民众来参与啊，恭喜大家！新年恭喜恭喜，祝大家新年身体健康，家庭平安啊！一趟新年恭喜恭喜，大赚钱！开化市先向各位市民信众拜个一个早年，大家新年快乐！这一张呢，就是开化市每年都会印的门牒，那么是非常吉祥的啊，这个瓷器。那么明年是因为老虎，所以我们用这个花发音，这个福跟老虎发音是一样，很有福气福报的老虎。然后呢，这个旺呢，老虎有一个王啊，这个旺啊，旺德。这个瑞呢，有一个山，山上的王也是山中老虎啊。所以这四个字呢，非常非常的意。我们这个瓷器到目前没有人撞题了哈。所以这四个字念起来怎么样 ？Wonderful year to you！ 啊，大家新年快乐啊！反正喜气嘛，对不对？习俗啊。